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竞那一件。最近有很多学员问我，紫皮卡想换什么呀？哎呀，导演，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换了这个月下绅士啊。之前还挺想抽中的，那么这一次呢，就直接换好了。那么既然换了，那就来一把约瑟夫吧。哎，这个出生点可以啊，先拍个照。那边有人，好像是前锋还是牛仔啊？从镜像过去看看啊。嘿嘿，小前锋，哎，吃我一刀。可以直接激活了一阶技能。哎，你这个小家伙居然还敢来镜像空间，以我牵着你的镜像就拿你没办法是吧？气球刀，哎嘿，反正你都会倒地，那就当攒一点存在感吧。哎，怎么不走啊？嘿嘿，这就放弃治疗啊，走走，小哥哥带你去坐椅子。佣兵想过来救人，那我过来堵他一波。哎，不对啊，前锋呢？哎呀，这个牛仔居然在我眼皮底下偷人啊！牛仔和前锋全在这里，那就是说只有调香师一个人在修机哦。不管了，先抓前锋。你还放板子？啊，你走，你走，我给你机会走位，看我过板刀！嘿嘿，藏好了。这个牛仔在这里有点烦啊，算了，我还就不信了，这你也能攻？哇，真的可以！好好好，我玩不过你们，我拍照好吧？我打你们镜像好吧？一人一个倒地，领好。先挂这个牛仔吧，这个比较烦啊。哎，小伙计，你还敢进来？那我还得打个气球刀礼貌一下吧？可以，你好好躺着吧你。我先把这个镜像挂好先。哎，牛仔也过来了。哇，现在的人类都这么刚的吗？明知道自己的镜像被挂了还敢来挑衅啊？你秀你秀，你随便秀，反正你都要倒地了，我守着前锋就行了。哟，小伙子起来了，给我躺下吧你，走，坐椅子去。哎呀，这波搞错了，要先挂牛仔啊，这个破前锋都没自愈了，我还挂他干什么呀？算了，那现在就去挂牛仔好了。佣兵也过来救人了，你们这一把是不打算修机了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们都是大佬，好吧，先把前锋的薄命打出来，然后再挂牛仔。也不知道前锋跑哪儿去了，算了，反正他没有自愈。哎，佣兵不去摸前锋，跑来我这里想救人，那我先给你拍个照，看你怎么救。可以，又换成调香师来救人了。不过这波救了人没什么意义啊，镜像都已经拍了，你救下来也是倒地啊，除非佣兵有点灵性去救人。不过看这个样子他是没有的。啊，终于可以把你这个烦人的家伙给放飞了，滚出我的庄园吧。哎，前锋在这边，这个人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。可以可以，你秀你秀，我拍个照再来陪你玩。佣兵坐过山车走了呀，这么不讲义气的吗？那这个前锋基本上死定了呀，过板刀，嘿嘿，继续秀啊，小东西。哎，佣兵的过山车已经做了一个站，调香师来炸机了。哎呦，我自带失常的妹子哟。好啦，前锋你可以飞了。看一下佣兵的镜像在哪里啊？应该是在过山车附近。这个是前锋的镜像。哎，就在过山车旁边。好，可以，那就把它挂上椅子吧。刚调香师在这边修机，那佣兵应该会过去找调香师帮忙摸一下的，直接传送。嘿嘿，小家伙，你在想什么？我会不知道？坐好吧你。好了，就剩下你了，小调香师。哎呀，你就放弃吧，这队友都已经死光了，你们还有四台机，你玩什么呀？嘿嘿，完美四杀，但凭借传送捡尸，成功挽救了庄园的和平，溜啦溜啦。